老头过寿无人作伴，俩职员挖空心思讨好老人卫生纸，朋友助阵花样百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怎奈老人欢喜之余仍心存遗憾。我这竹子得退回来，您还偷的人什么呀？走你爸爸。好儿郎惊喜现身，深情歌声中好事成双，敬请关注我爱满堂彩老爸的生日。我爱满堂彩，我就爱乐呵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大家好啊！啊，哎，我这儿子孝敬我，非得让我住这别墅。好什么呀？跟蹲监狱一样，闷得慌。他呢，是那个帮忙公司的总经理，一天到晚的帮助别人。把他这老爹扔家里他不管了，您说我这心里头多别扭啊。今天他又是我生日，哎，也没个伴儿。哎，谁给你的？哎，李总，这单是我签的。怎么成你签的了呢？我今天给老爷子过生日，我不跟你吵，别给我争啊。哎，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哈。李总可亲口给我说的，说小草帽，你今天把老爷子哄开心了，副经理的位置肯定是我的。拉倒，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行了行了，你我不，那咱俩今天公平竞争。公平竞争，谁能让老爷子开心，谁就来当这个经理。今天我赢定了啊。等会儿，那个问一下，李大爷是搁这儿住吗？没，还不是。外国管家，这是外国管家，你看多有档次。你不能这么说，你得这么说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啥意思啊？好了，我们是找李大爷的，今天他过生日，我们来给他贺生日的，怎么走啊？他说，李大爷家在什么地方 ？Yes yes yes。啊，这村子头第一家嘛。装什么装？哪国的这是？行了，他是扫地的。是这家吗？哎，这有个老头，你看那老头开煤的吧？大爷，你好。你好，大爷。这属于李总的父亲在哪里？喂，哟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儿没有看门的老头，只有我，李增瑞，李老头。哎呀，李老头。李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生日快乐！怎么找到你了？哦，找到你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 happy b i r t h d a y。今天知道你过生日，我们两个呀，是你儿子的员工。我明白了。你们俩呢，就是我儿子派来给我过生日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好嘞，我认识你们了。回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不对呀，绕过去了，让他。对。哎，大爷，不对。怎么了？我们呀。李总跟我们说了，说你过生日让我们哄你开心，你要是开心的呢，我就可以升副总了，我就可以升总经理了。你乐一个。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杀手锏，我带来的演出团你跟我比不了。什么杀手锏？大爷，我今天告诉你哈，不光我们来了，我的朋友给你祝寿，带来好节目，你看他们来了。在哪儿呢？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二人转雅俗共赏，百花齐放啊！给朋友们问声晚安，理所应当。一祝愿各位大姐年轻美丽又漂亮，二祝愿各位大哥多多挣钱好风光。三祝愿各位老妹儿找个好对象啊，四
四祝愿各位朋友天天发财更辉煌，五祝愿大爷大妈身体健壮啊，六祝愿六六大顺如意吉祥，咱们是老乡。谢谢现场的朋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东北的二人转演员，我叫李强，李是李小龙的李，强是刘德华的强。演员上台应该演点绝活，接下来我给所有的哥哥姐姐模仿一个动物园的螳螂，看我像不像，注意一二三，有没有呐喊声？谢谢你们，这都是皮毛，掌声激烈，给你们翻两个体操运动员都翻不了的跟头，前空翻780，后空翻1500，那跟头给你翻的嗖嗖嗖丢了。有的朋友说你光说不练，感觉一下，注意走。给你们来点狠的啊！有请道具老师上道具。嘿，嘿，一、二、三，走了。这都是皮毛，掌声激烈，再加一层。一、二、三，走了。谢谢你们送来支持的掌声。二人转还是俩人活，一个人是单车头，两个人二人转。朋友们，最后一次的掌声，有请我的搭档登场。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那当然了，他们都这么说我、啊、从左边一看，哇，范冰冰，右边一看，哇，李冰冰，从前边一看，哇，白骨精。谁是白骨精啊？白骨精是好话。怎么是好话呢？白领骨干精英，简称白骨精。你能不能不乱说，我生气了。生气了？生气了。给你唱首歌好吗？好。爱上你这样的女人，每天每夜为你伤神，哪怕你有一天会离开我，我会爱你到永远。谢谢。不可能。掌声还有吗？你得唱点有祝福意的歌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妹妹关关的岭啊，妹妹关关的山，妹妹关关的老少爷们朋友们来的全，站在台上绅士礼，祝你们大发财愿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大家也抓紧时间，少说多唱，给朋友们来个二人转的头型，对，来上一段小帽小拜年，送给这场所有的每一位好朋友。音乐走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啊，都把那新衣服穿啊，哎
长达10米的胶皮管，然后怎么办？另一头绑上一个小小的气球，我用鼻子把它吹爆了。球呢？妈呀，飞了！鼓掌，重吹一遍。这气球质量这么好吗？是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这还不算呢，还不算，还有更好的，来，快，今天老爷子过大寿，说点好听的。老爷子，您今天过生日，对，我特意从东北来给您拜寿来了。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整几句。祝愿老爷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帆风顺，二楼姓朱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福进宝，九子登科，十全十美，百事顺心，千事吉利。祝愿您万事如意。好，这小姐多会说呀。这还好呢。不好吗？不错。你看刚才那绝活，可那么高就往下坐。对呀，那腿他要说不疼谁知道。疼不疼啊？疼。哎呀，你关键你得给大家唱点，你要唱两句，好好唱两句。我那这不得不带唱还能带表演的，你不用手劲吗？快快甩两下子。那姐咱俩给鹏鹏唱一段。行啊行啊，来来来，你上这边来，给老爷子好好表演哈。行，来唱这个双簧门啊。双簧门，好。正月一十里啦，正月初三事儿啊，市里头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嘞。转回市里来，我叫一声他呀，你过来，我有点事儿。你啊，我知道二人转，我也是东北人啊。关键这个二人转的绝活，这个手绢是在手腕上。对对对，就这个转谁都能转。哎，我也行。海涛，你是不是跑活？哎，跑什么活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单你别给我抢，我跑你活也是正常的。关键他能扔出去，他能回来，能回来。看什么人？走你！回来啊！哎，你回来呀！回来呀！什么人？把我手绢给我扔没了，给我拿回来。你不给我捡，我怎么能让他回来？你还让人捡回来？你这是太坏了！你，我跟你说，你俩就是跑偏的人。你俩该干啥干啥去。接下来有请我的朋友，你再看看上我的朋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管我？你有病吧？你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爸，过年好。你这是拜去年呢，还是拜前年呢？啊，爸，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？拉倒吧，这清明节早就过了，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。啊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鬼。哎呀，见你一面啊，比见鬼都难。行了，有话直说，给我来个痛快。爸，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。哎呀，消息挺灵通啊，上午下通知，下午就来分遗产呢。啊，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？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？这怎么能是逼宫呢？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。等我当了皇上，一定好好孝顺你。瞧你那样，要继承王位呀，那也得是长公主我。拉倒，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。你看过武则天吗？
你了解《甄嬛传》吗？你知道啥是半月船吗？我知道啥是半月板。行了，二位殿下，我这王位啊，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！你们俩呀，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。这房子给他呀，也不能给你们俩呀。小芳，哎呀，小芳是谁？我两年没回来，我哪知道？听这意思，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。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。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。这还没终呢，我怎么送啊？无论如何，咱俩先摒弃前嫌，一致对外，把小芳整出局，完了咱俩再分。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外人田。商量什么呢？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。对，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。啊，把你送出中国去，送终。对，送出中国玩玩去。好，打算把我送哪儿去？送你到法国卢浮宫，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。送你到里约热内卢，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。送你到美国好莱坞，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。送你看狮身人面像，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。那还是送终啊。啊，是看木乃伊，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。行了，你俩别费劲了啊，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。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左一个小芳，右一个小芳的，那小芳是谁呀？这小芳不一般，这小芳不简单呢。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。老头儿，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？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？啊，就算我们俩同意，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？你那意思，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老头儿，不管你找的是谁，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。路人甲，路人乙，无所谓。告诉你，就这套房，我们俩得不到，谁也别想要。好，有志气。我本来呀，想让小芳啊，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，看来没必要了。爸，爸，爸。哎呀，哎，你们俩叫谁呢？叫您呢，爸。哎，我不是叫老头吗？对呀，您老是我们的头，老头。老头，爸，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？怎么这么有本事啊？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？公安局的。哎呀，还是个警花。哎呀，你别想去了。瞎琢磨什么呢你俩？啊，小芳啊，是咱们社区的片警，听说我呀无儿无女，没事儿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。这拆迁呢，换房啊，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。哎呀，爸，你咋不早说呀？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。女人就是女人。肤浅。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，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。我睡大马路去。哪能让你睡大马路呢？就是啊。您跟大壮住。对，怎么能跟我住呢？这房子本来就不大，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。爸，跟我姐住。那可不行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。啊，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把它租出去啊，赚上几年租金，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。你可真能算计你。那当然了。行了，你俩呀也别算计了，也别掐了啊。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，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，剩下一套你们俩分。今天我来当个裁判，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。我有啊。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。我先说，
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，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，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，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，这些你们还记着呢？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儿，能记不住吗？爸，还是我对你好吧。爸，还是我对你好吧。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。就是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。这么着吧，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。哎，我最疼谁，这房子呀我就给谁。疼我呀？你知道吗，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，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。这咱爸还是疼我。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，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，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。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。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，就我没钱买，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，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。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，可是我自豪地说，你们那都不够档次，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。正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，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，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，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。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，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，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。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，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。咱妈走得早，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，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，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。哎，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掰给咱俩一人一半，瞧你那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。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。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起问他，爸你饿吗？咱爸一抹嘴说，我吃饱了。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。姐我这心里堵得慌，我这心里咋也难受呢。爸爸我在牵挂财产协议，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，一人一套正好。爸来，有请我的朋友到身边来。带礼物来的，别来了，我给老婆带上，我觉得带上这个可好看了。还带头发，过年还带什么礼物？哎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显得头发多多呀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就是给我办生日。您别着急啊，您带上以后我夸夸您呢。还夸我啊？怎么夸我听听？打竹板儿，
连声响，我把老爷子来夸奖。这老爷子身体倍儿棒，这似黄金。年少的时候就能拼，少年壮志逞英豪。少年壮志逞英，少年壮志逞英豪。可惜现在长了白毛。哎呀！还长白毛呀！我成了冬瓜了，我。你打两下子，要是有给掌声热烈，老爷给你打两下，你看。今天我过生日了，我自娱自乐，我也高兴一回，好不好啊？这自娱自乐啊，听着。今天大家欢聚一堂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也要过饭呢。要过饭什么要饭的？会不会说？赶紧走走走！我求你来拍帮忙的，你看，哎呀，老爷子不会说话。我感觉呀，你打得比他强多了。是啊，我会打的时候啊还没打呢。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下面这个节目呀那就好，保证让大家看了之后啊，这个小品就寓教于乐，你请好。还这么好的节目？哎呀，行了，坐下。还算是个大男人了，怎么那么小肚鸡肠啊？啊，我有言在先啊，一会儿人家电话来了，你说话得注意点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的。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老同学，他现在都那样了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体谅一下啊？体谅什么呀，老班长啊？他王建华当区建委主任的时候，眼里有过我们这些老同学吗？啊？现在外面可传开了，他以前上班的时候，那是轿车接送，我有那个威风啊！现在没有了，改骑自行车了。您没看朋友圈那照片吗？落马官员骑破车。哎，那照片是你拍的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我转发的。我还听说，他连房子都交上去了。这建委主任那是高危人群，那不出事才怪呢。瞧你这副德行啊！上次啊，人家建华不就是没有帮你办成那个事儿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哎，这是两码事哦。我这是为反腐叫好，那大快人心呢。老班长啊，我跟您说，这次同学会您就不该叫他来。嘿，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。你呢在位的时候，哟，同学来了，注意点，来了来了啊！哟，建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哟。你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哎呀，老班长啊，我今天是骑着自行车来的。哎呀，这一路上啊，链条掉下来好几回，你看看，哎，成了这样了。你看，小东早就来了。哎呦，小东啊，你来得早啊。哎呀，我说建华呀，你我连自行车现在都会修了，那生活都能自理了吧？啊，我说小东啊，你这张嘴到现在都改不掉。哎呀，改不了，改不了了。哎，老班长，洗手间在哪？啊，就在这儿呢。哎，好，去一下啊。好好好，自我感觉良好啊。嘘，注意点。小东啊，哎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还行吧。啊，起码呢没什么心事啊。啊啊，这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沾枕头，我呼呼的打呼噜啊。啊，哎，你呢？怎么样？最近是老失眠吧？哎呀，这事儿多，心烦的。对呀，这种事儿一句两句他说不清楚。就是就是，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嘛。没错没错，这冷不丁的换一个地方不大习惯吧？换地方啊？哎呦，我说小东啊，我说你这消息蛮灵通的啊。是吗？建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茶。建华，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喝茶。有人呢要请他去喝茶。喝茶？对，喝茶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哎，是我，
怎么还是这个问题呢？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不能掺。我真佩服他，自我感觉真良好，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他是当演员的料呢。那里呀、啊，就是这么一家幼儿园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呢不要整天脑子里想着就是钱钱钱，我告诉你，坚决不能掺。好，建华，佩服，一身的正气啊啊，这才是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气质嘛。你不愧是一个好演员呐啊啊，演员？不，领导，好领导啊！你这当领导当的，都刹不住车了吧啊？哎呀，我说小东啊，我呀，何曾不想刹车呀？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可是没办法呀，我是深有体会啊。这不前两天我们家拆迁的时候，我也求过你吗？你是二话没说，立马刹车呀！有完没完呐？老班长，让小东把话说完。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呢一直是耿耿于怀呀。我哪敢呢，您是领导，你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五毒不侵，是六亲不认的啊。你看你刚才那架势，那演得太棒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你以为我这都是在演戏吗？啊，小东啊，他是说我们仨演戏都是很棒的，记不记得我们中学艺术团那会儿我们演的那个智斗，记起来吗？记得记得，怎么会忘呢？这下我丢一点面子也不讲，这草包倒是一度挡风的墙他态度不卑，有我抗；他深情不阴，有不扬。刁德一，哎，不对，弄错了，我才是刁德一。哎呀，你们俩把角色给弄错了。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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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故意的。我说小东啊，现在的动迁呢是阳光动迁，讲究的是公平公正，老百姓都看着呢，我怎么能帮你啊？你不是也帮了别人吗？这是两码事儿。是两码事，我人微言轻啊。我说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一点没错，你让我做的那事儿啊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，但要是我真的帮你做了，是老百姓啊，把我的脊梁骨给他戳穿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就别装了，都是老同学，你累不累呀、啊？你说啊，你，哎，喂，哎呀，为什么想不通呢？这房子交就交了吧，这上头有规定啊。我老婆，建华，哎，这房子非要交啊？不是我要说你呀、啊，啊！早知今日，你当初干嘛不早一点把这个房子交给组织呢？还可以争取个主动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老班长说的对呀、啊，你说你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啊？这广厦千间不如卧榻三尺啊！我看你啊，就是一个字，贪，贪。我告诉你，在我王建华的字典里，压根就没有这个摊子。呦呦呦呦呦，还演还演还演！行行行行行，这出戏你自己一个人演吧啊！我呀不奉陪了，告辞。我哎，小东小东，站住！妈，回来了。哟、哎，小东叔叔，文文呢？你回来了。妈，哎，停在楼道里那辆旧自行车也不知道谁的，都没上锁，物业正在挨家挨户的询问呢。哟，是我的。哎呀。王主任，赵文文，您也在啊？你们俩认识啊？认识。哎，你们这是？她是我女儿。真的？哎呀，我说赵文文，我是你妈妈的老同学。真的呀？哎，我把那个自行车处理一下，一会儿我们慢慢聊啊。哎，好，等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哎、好啊，来，帮我解开。好，等等我。太巧了，就是女儿。小东叔叔啊，原来你们是老同学呀？是啊，哎，文文，
你怎么也认识他呀？他是建委的王主任，这次我们幼儿园被拆的事情，我就是告到他手里就认识了。没想到他是100个支持，坚决不同意拆幼儿园，并答应就在这两天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两天呢？是啊。哎呀，文文呐，我看你是求错了人呐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小叔叔？哎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看张照片啊。落马官员骑破车，哎，这不是王主任吗？对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王主任他被撤职了？下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文文呐，你难过什么呀？你这事儿是应该高兴吗？我高兴不起来。那天他为了我们幼儿园的事情与开发商面对面的争论，他说：“同志，请你别光想着你的钱、你的利，多想想孩子。”这情景让我感动。他是好人，他真的是个好人。哎呀，这人是会变的呀，世事难料，人心难测，人终归是会变的呀，文文。可是王建华他没有变。妈，王主任他……建华，他现在确实不是区建委主任了。他是市建委主任了，啊？建华，你上去了？那什么呢？啊，这些都是捕风捉影，以讹传讹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说，赵文文同志啊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们的幼儿园不拆了。真的？不光是不拆，而且还要扩建啊！虽说我现在不在旗职了。但是该管的事我还必须要管。太好了。小东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那张照片它就是你拍的。这不是我拍的呀，那就转发的。我哎，什么样的照片拿来我看看啊？拿出来啊。哎，来我看看。嗨，我是从网上看见的，我就是转发了一下。我前两天还带着气呢嘛。我小肚鸡肠，你其实吧，这两天呢，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让我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，真是。今天早上啊，我推着自行车刚一出大门，门卫的老大爷就笑着对我说：“骑车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放宽心。”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啊！我知道大爷啊，对我有误解，我呢也不想去解释。今天呢，我骑着自行车来参加老同学的聚会，这一路上啊，让我感觉到轻松释怀，无拘无束的，就好像回到了从前，回到了我们上学的那会儿。可是我没想到啊，刚一进门还没聊上几句，小东啊就想把我拒之门外了。建华，其实啊，这些天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。不过它真是，那是真正的五味俱全呐。建华，哎，一会儿老同学上场了，这五味啊一定非常的浓烈。哎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！啊，我说老班长，您放心，我呀，重口味儿。哎呦，时间不早啊，同学们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准备准备，赶紧准备，帮我准备。文文，这个拿下去吧。哎，小东，你到了吗？哎，我到了。我们几个坐过站了，真往回赶呢。哎呀，你们快点。班长，那个当官的王建华今天能到场吗？哎呀，小东啊，王建华落马是真是假？哎呀，什么落马，胡说的。园长，我们幼儿园不拆了。来，有请我的朋友登场。老爷子，这个人可不简单哈。有什么不简单的？他是广场舞王。啊？呀呀呀！就这样还舞王？嘿。你不知道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跟他学跳上两段广场舞，不但
你的身体健康，而且还能培养胃液细菌。胃液细菌？喂喂，细胞细胞。我不是细胞，我草包。我不会跳舞，不会跳。他说他不会跳，没事。不会跳，他教你。我教你，我教你。你先来一段。教我。来一段。来一段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这两下还广场舞吗？你要那么说，我随便跳两下都比他强。你会跳什么呀？你给我来段音乐，世界音乐迈克尔·杰克逊的音乐，掌声鼓励。对，我没法跳。对，会把咱家那个草坪都整坏了。没错，你看看。咱不跳这个。不跳这个，我还是学那个广场舞吧。来点分解动作吧。对，分解分解。我非得教教你。慢动作。左腿。怎么着？我这个是。对对，跳起来。我告诉你，幸亏我高大威猛在这挡着，要不老爷子就撂这儿了。我也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赶快走吧！你好个人，连胡子也不刮，还广场舞？这，那我走了啊！我走了，我帮不了你了。这小子，你说他是让我过生日还是让我过难日啊？行了，想话，慢点了。你这朋友啊，都是跑偏人。给你看看什么叫江湖上真正的朋友，上我的朋友。还有。石头，开门呢！石头，我知道你在屋里呢，开门。等会儿。开门呢，石头。等会儿，我在厕所呢。石头。不信你听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啊！太臭了！你才臭！你咋进来的？从门进来的。谁进来的？他呢？出了个案子，抓坏蛋去了。那他就不能陪我考试了？怎么不能啊？能。哎，这啥呀？这是？哎呀，一个星期攒了这么多脏衣服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味儿啊！哎，这臭袜子能不能自己洗？哎呀，快拿走！我又没让你洗，那你妈洗也不行啊！快！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，都能帮家长干活了。你看看你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刚才在学校门口，你见我跑什么呢？啊？谁跑了？还没跑。我看你和同学有说有笑的往站牌那走，见着我撒腿就撩，差点被车撞上吧。我告诉你，下次我接你的时候，哎呦，大哥，叔，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再也别到学校去接。接你咋的了？每次你都和我妈到学校去接我，他们现在都传出你是我妈的那个。哪个呀？那个，哪个？哎呀，那个！哎，石头，哎，那就不允许你妈给你找一个那……严肃点儿。好，严肃点儿，我去做饭。走你！哎，行了，学习去。我再玩会儿。学习去！哎呀，你又不是我爸，你管我那么多干啥？
我不是怕咋了啊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穿裤裆裤啥样我都知道。小时候你在我头上撒了泡尿，现在还有味儿呢。闻闻，哎，你闻闻有没有味儿？哎呀呀呀，你闻闻。哎呀，每周回来我妈都让我玩，你凭啥不让我玩？行，那这样啊，石头，你玩完了啊？你玩完了。我是说你玩完游戏了，咱再学习，行不？不玩了。哎，你这才是好孩子嘛啊！学习吧啊！哎，哎，石头啊，一会儿准备吃点啥呀？嗯，不吃。哎，你不吃可不行。哎，你不想尝尝我手艺啊？这辈子我就觉着我爸做饭最好吃。那是啊，我还是跟他学的呢。行了，别挑了啊，将就着吃吧啊。石头啊，那个，我听说你最近学习成绩下降了啊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马虎，你打小就有这毛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学习，知不知道？哎哎哎，干啥呢？蚊子。这屋有蚊子。哎，别动！啊，别动啊、哦！别动，别动啊！哎，你敢耍我？哎，学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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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摸底考试了，这是？成绩不错呀！哎，家长得签字吧？在哪儿签？来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啊。你小兔崽子，你别叫小兔崽子，我属兔，你也属兔，我不叫你小兔崽子，叫啥呀？我不爱听。行了，对我听吧啊！我玩玩点吧。哎，别动，给我弄坏了！别！快快快，往走走走走！哎呦呦呦，快快！哎，敲他敲他，往走！快快抓抓拉抓抓拉！你可臭死了你！我怎么教的你啊？遇到蚊子赶快抄，抄了往左走。你笨死了，就你这样还想玩儿？看什么呀？不服啊？不服？不服？不服？比比。比就比呗。但是我要赢了，你得听我的。我赢了，我听你的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言，好，言，练了哈。哎呀，你离我远点，输你了。在那。哎呀，谁玩了还不一定呢。走。哎，走，别拉。哎，你玩来了。哎哎，你玩来了。帮帮你。哎，我帮帮你。我帮你。哎，我来电话，我来电话了。你先接着玩。过。等会儿。哎，我走。哎，啊对，我是王队。过。啊。过。我知道了。我啊！嗯、好。哎、好、嗯。我赢了！哎，我赢了！去学习去吧。我赢了。去学习去吧。不是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谁赢说谁，谁说了算。我让你去学习去，你没听见到？咋说翻脸就翻脸呢？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你赶紧给我走。石头，你给我走。石头，你走。你不走是不是？你不走我走。石头，你干嘛去？我离家出走，我永远都不回来了。石头，你要敢这么做，你妈会急疯的。她才不会呢，她现在已经重色轻儿了。什么重色轻儿啊？他把我家钥匙都给你了，还没事总让你来监督我。我什么时候监督你了？我这不来照顾你吗？啊，
你刚才是不是接我妈的电话？什么？那是我一个同事给我打的电话。骗人！那为啥咱俩玩的好好的，你突然接完电话就不跟我玩了？你这不是要考试了吗？啊，我怕影响你学习。撒谎！好，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，我揭穿你。哎，石头，给我！不承认是不是？好，脸红了，因为你撒谎了。王队，你别急，下队马上就要推进手术室了，一会儿有什么情况，我马上和你联系。喂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拿我妈妈电话？我妈呢？我妈呢？我妈怎么了？听我说，妈妈没事儿啊。王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阿青，青啊，把电话撂了。哎，别挂！你让我妈妈跟我说话，让我妈妈跟我说话。石头，别闹了，妈妈马上进手术室了啊！我妈都要进手术室了。王队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听我妈妈说话。这样，你看看下队能不能和石头说两句话啊？那好，等一下。石头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别哭，妈没事儿，是受了点轻伤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要考试了，好好复习。石头，这次妈就不能陪你考试了，你要听王叔的话，别淘气啊。石头啊，请你相信我，妈妈肯定没事啊！来，来坐着。石头啊，王叔知道你和你爸的感情非常深。我这么多年照顾你们娘俩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一直在追求你妈妈？嗯。你还小，有些事情你不懂啊。我和你爸爸不但是同学、战友，我们更是好朋友。其实，他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为了救我，他才牺牲的。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好你们娘俩。来，孩子，男子汉不能流泪啊。晚上考试了，考一个好的成绩，我带你去见妈妈。 OK。我去做饭。王叔，嗯，给王叔。哎，王叔，海涛哥，我来了。你看，爷爷好，还带着礼物来的。你看，这鸡就是留着给你炖着吃的，炖着吃，收下了。哎哎哎，您是给老爷子的？对对，我帮老爷子拿着。我们自己会拿。好好好。哎，你这整的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八哥，八哥又唱又能说，给爷爷来祝寿的。好好好，你说一个。他还会说话呢。对呀。吗？试试。试试。试试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我再来一个啊！他真学话啊，真学我啊！来，我最帅，我最帅，我最帅！你吹牛，你吹牛，你吹牛！你吹牛，听见了吗？哎，真不错！哎呀，哎呦呦！哎，咋的，老爷子？怎么会刀人呢？还真不可能，真刀人呢！我说孩子。
这鸟呀，我们要不了，你还是让它回归大自然吧，哈。我看你放回去吧，哈。它今天有可能是感冒了。没事，你放回去吧，哈，太吓人了，哈。再见，不送了啊。再见。给你这只鸡，让他们成双对吧。爷爷，你这真不收了。拉走，谢谢，走了。我看老爷子。哎呀，这真的太吓人了。这就是传说中游戏里说的哦，鸡眼的家巧，什么愤怒的小鸟啊，愤怒的小鸟，愤怒的小鸟。老爷子，这鸟咱不玩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下边这朋友表演的节目可好了。是吗？来上朋友。哎呀，你快点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见了我爸，你可千万别说你是环卫工人。行。我可以听你的，但是我不支持啊！环卫工人怎么了？你爸也太什么呀？你说呀！不敢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知道我爸不对，但他也不也是为了我好吗？他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他当然希望我嫁得好了。不是嫁给环卫工人有什么不好的？哎呀，没有不好，特别好。不是，咱先这样。咱先骗骗他，让他慢慢的了解你，最后再告诉他真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哎呀，说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主意最好。讨厌，走走。爸，我们回来了。来了。我跟你说的，你记住了吗？爸。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小金哦，欢迎啊！伯父，我正在大扫除，把家里，我来，特别热情，是，别累着，伯父，就您家这点面积，一会儿就完。咱们家这点面积，他是嫌咱们家房子小吗？嗨，他平时扫的地方太大了。哦。不是，伯父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这碎纸屑可不能随便乱扔，您得扔到垃圾桶里。另外，这个垃圾您得分类，您知道吗？您这个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，您不能放在一起，这样便于我们回收啊。行啊，你别扫了。不要嚷，勤劳总是好事嘛。啊，先放下，来，先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来，再坐。哎呀，好，哎。爸。不要太拘谨。是，听我们丽丽说，你在外企工作啊？外企啊？外企，在外边。外边好，外边好。具体搞一些什么工作呀？具体搞什么工作？让这个城市更美丽。更美丽。哦，让这个城市更美丽。对，很有意义。哎，那是什么工作呀？爸，你猜。您猜。从小就是那么顽皮。让这个城市更美丽。那我猜你是个建筑师。我建筑师。对。啊，建筑师好啊！哎，建筑师，据我所知，都得有这个绘画基础啊。我还会画画。会，我会。太好了！说到这个画画啊，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。你可以问问丽丽，在我们老年大学呀、我那个绘画水平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啊。尤其是我们这个岭南画派，最讲究使用画笔。哎，说到这个笔，你们建筑师使什么样的画笔啊？我们那伯父，那个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。这个，这不是我们家笤帚吗？爸，这抓笔，大抓笔。哦，抓笔，怎么看怎么像扫地的。行了，别画了，还有一些问题啊。据我所知，外企的不，那个待遇，不，我能不能问您个问题？可以，互相了解吧。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问我呀？
退休之前呢，我在单位负一点责任啊，算是个小干部啊。丽丽，你可没告诉我说你爸是个小干部呀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丽丽，注意风度啊，不要害怕，我这个人不护犊子。爸，谁是犊子呀？你就听我的意思，小金的，嗯，不能有这种观念。无论大干部、小干部，都是干部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这是工作原则问题。伯父，那个您说的对，可是呢，我爸跟您他还是有差距的。哎，我爸呢，他是个老封建，他是个老顽固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的父亲？我给你去倒点水。哎，丽丽，我说我爸两句坏话，你爸怎么那么高兴呢？怎么样？就听你的，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，没问题。水来了，水来了。这个小金呐，刚才没有说完。是。人与人之间有差距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对，我们。虽然是个小干部，但是呢，毕竟是个干部啊。而你，不能因为你的爸爸，我爸爸是大学教授，高级经理。那还真是有差距。伯父，所以说嘛，他对我的要求相当严格。嗯，跟我说，要是找女朋友的话，得找一个。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朋友，这才叫门当户对嘛！胡闹！啊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冲你啊，我就说这个意思。什么叫门当户对啊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有感情，人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门当户对，我当年就是深受其害，门第观念呐。当年丽丽的妈妈是个大家闺秀，而我只是个普通的放牛娃。爸，城市里有牛吗？你要听重点。后来就因为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们被活生生的就拆散了嘛。不是拆散了，那我打哪来的呀？这不后来又在一起了吗？总而言之。虽然说我是个放牛娃，啊，当然我也不是放牛娃。总之，门当户对这个观念是极端错误的。那个伯父，您说的太好了，但是，我爸他不这么想啊。嗯，您想想，我爸把我培养成那个外企、建筑师，那个我还拿那个大抓笔，行不行？他能同意吗？爸，就怪你，你说您当初非得说让我找一个条件好的、有车的、有房的，说我现在怎么跟人家门当户对呀？我怎么办呢？你完全错误理会了我的精神。我什么时候说找有车的、有房的了？我说找一个人要对你好的。什么叫对你好的？关键得有上进心，有进取心，知道努力的人呢。无论他是干什么的，只要是对你好，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哪怕是一个普通的，普通到扫地的都没有问题吗？不是，伯父，那个扫地的也行。扫地的怎么了？环卫工人很光荣。爸，那这个环卫工人如果他还是自学考上的研究生呢？那我就举双手赞成啊。那他要是还获过五一劳动奖章呢？明天就登记结婚。您说什么？明天就登记呀、啊。爸，户口本。好的好的，户口本我给你拿过。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？登记结婚吗？伯伯，那个重新认识一下，环卫工人金朝阳。幸会幸会。你还真是环卫工人啊？你跟谁登记结婚？我跟他呀。跟他？坚决不同意，不同意。不是，
爸，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同意？不是伯父，去，气死我了！爸，啊，不听不听，爸，叫大爷也没用。大爷，我说了没用。就是老顽固，老封建。什么？我老顽固，老封建？他爸爸才是老顽固，老封建的。不是伯父，我刚才是骗您的。我爸爸不是老顽固，也不是老封建，更不是什么大学教授。听见了吗？他是个大骗子。不是，我您刚才不是说吗？门当户对的观念是错误的，跟骗子在一起本身就是错误的。那您也是骗子。嗯，我骗什么了？您还说您是什么城市里的放牛娃呢？啊，对呀，你爷爷叫放牛，我是他的娃。我不是放牛娃是什么？我就是放牛娃，你是放牛娃的娃。哎，那个。伯父，您不是放牛娃，您是国家干部。哦，你还是外企的员工呢。你喜欢艺术，你还拿那大抓笔。你为人民服务，你让这个城市更美丽。那个伯父，我是怕您不同意，迫不得已才骗您的。我是同意了之后，经过深思熟虑才骗你们两个人的。啊！上当了吧？爸，你吓死我了！原来你是骗咱们的，那这么说，您同意了？这么好的小伙子，我怎么不同意呀？伯父，那个。我可是环卫工人。哎，环卫工人很光荣，尤其是像你这么上进，这么知道努力。我把我们丽丽交给你啊，是一百个放心。哎呀，谢谢伯父，我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爸，我饿了，要不咱们去做饭吧？好，立刻做饭。我来帮忙，我来帮厨。站住！啊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是什么呀？扫地。啊，这个我在行，这不就是大抓笔吗？哦，来，我的朋友，快上场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老爷子，我给您介绍介绍哈，我这个朋友可是不简单呐，他是幸福社区的象棋冠军。啊，对，啊，你还会下象棋？那我下的好着呢，老爷子。那你扫地扫的怎么样？我都好，我都好。嗯，那太好了啊！我也喜欢下棋。那太好了，老爷子，我陪您杀一盘吧。来一盘，来一盘，来一盘，过瘾。来来来，行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来，好，那是红先黑后，您先来。哎，对，红先黑后。对。你输了不臭，不臭啊！我当头炮，那我就把马跳。哎，我拱卒，我知士，哎，我飞象。好，我当顶炮。哎，我拱卒啊，我跳马。哎，我也跳马。我出车。哎，我这卒子得退回来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您。还缓棋呢？不是，这不能退，不能退，不能。哎，竹子怎么着？竹子不随便吗？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走。哦，那我就这么过去。不，您不能瞎过来。这么来？不，那横着走。您会玩不会玩？怎么不？啊，怎么？您随便，随便，随便。哎，我就把你老将吃了，这就完了吗？好棋，好棋！不是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这又带毁棋，又带偷子儿了，您这不合适啊！这不就为玩吗？能不能玩啊？就是啊，能不能玩？一老爷容易吗？让你给我扯你啥呢？在这儿，老爷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他呀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说啥意思？老爷子过个生日，按你说过来。哎，老爷子，还没唱呢。那个什么，唱一段。我给您唱一段，给您祝个寿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听唱。好，我给您来一段。来吧。辕门外三声炮。啊，行，听听啊，这是豫剧。好。辕门外那三声炮，天国府里走出来我，包裹臣。头戴金冠，
压双鬓呐，当年的铁甲我又背上了身啊，当当帅子气，当啦啦啦当，当啦啦啦当，赶紧鼓掌，看怎么样了？我还是喜欢京剧，还是喜欢京剧，你听见了吗？白唱，姐姐姐没有这样的啊！下棋我陪您下棋，唱戏我陪您唱，您又喜欢京剧了，您还偷走人什么呀？你谁偷的？这是谁？这孩子怎么光走就走了？你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在这个请人动手，别的开心。他就适合扫地。我什么朋友？什么叫真正的朋友？你得哄老爷子，能哄住，有耐心玩，对不对？来，有请我的最后一位朋友，这个会各种魔术。来来来来，上他的法宝，拿了一个碗，空的，纯真的碗啊，小碗啊，铝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，走你！你看这啥？晚上，祝老爷子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哎，哎呦，身段，拿了个不锈钢的盖儿，盖啊，盖子，看啥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啥也没有，大碗，马上就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走你！你看，你看这啥？金鱼，金鱼，金鱼。祝老爷子日记抖金，这不算啥，掌声热烈，再来皮毛。看这鱼缸了，看见了，透明的，看见了吗？看我这大脸，看着没？哎，啥也没有，看见没见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块布。你看看 ，1、2、3，脱了扣，走了。哇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好。祝老爷子年年有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！好啊好，这不算啥，皮毛。这鱼想说上哪儿钓就上哪儿钓，两个钩。他模仿，他几个钩？他看谁呢？在这儿？看老爷子。看老爷子。看老爷子。看老爷子，身皮倍儿棒，翅膀慢慢香。老爷子啊，祝您年年有余呀！哎呦，啊，好啊。这从哪出来的？这个太好。我没看。老爷子，这还有呢。还有俩，你看这。怎么样，老爷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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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哎，还有，这是皮毛，还有毛皮呢，还有，怎么样？空的，这是个圈儿，这是一个圈儿，拿了个报纸，报纸，帮忙吗？帮忙，帮忙，帮个倒忙，给大你们看看啊，看来报纸，我怎么整？抓一把，抓一把。抓得多完美，对。哟，还有吗？来，老爷子，彩带，彩带。来，老爷子。哦，来，好。哎呀，帮忙姐。哎，这我还有呢，这几条啊。呀，哎呦，继续。啊，哎呦，哇，哎呦。花开富贵，好。老爷子，最后祝老爷子好。父亲，我爱您。哎，我不是你亲爹，你怎么这么写啊？老爷子，这是您儿子委托我来的，后边还有个更大的惊喜呢。来呀，来呀！还有惊喜？对呀。爸爸嘞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李总，李总来了，李总，李总。哎呦，儿子呀，你回来了，李总回来了！哎呀呀呀，好好好！这平时啊，忙是没时间看你，实在是，哎呀，让您生气了啊！那你不是忙着帮客户去了吗？今天你过生日，我必须得回来呀！好好，李总，我带了这么多惊喜，你单给我签了。今天这个安排还满意吗？啊，满意满意，我很满意。只要你回来，哎，我就最满意。您满意啊？啊啊！我会让您更满意。是吗？我再给您唱首歌好不好？你先等会儿，他们俩谁当这副总经理啊？一挣的得了啊，都提上了。哎呀，行，不当副的吧，不当副总经理。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歌，我们要听歌。明月下，心旁杂，无他。
想家，太多的心里话无从表达，银丝掩芳华，光阴指尖上，转眼我长大，爸妈老。最无暇，任谁风雷叱咤，回到家才可以卸掉盔甲。明月下，心庞杂，我想回家。唱歌，跳舞，你起来点，玩摄影，如何让我遇见你？朗诵、走秀，样样行。众笑星齐齐亮相，各显神通。走，大哥，我爱满堂彩之小妹追爱记，敬请期待。